等天气也回馈电风精神，四平精密工业利用河北德当书院，河北顶公所将德当书院入口处种植粉红仙丹等等花草，加以特别化，希望用美丽外观吸引更卡侪游客走访德当书院。神的叫声，鸟的叫声，花语高雄高芳的装置建筑，予德当书院更显风味。河北顶公所提拔四平部分利用费用作为立美化，予德当书院蝶舞翩翩。真侪乡亲利用暑假，全家伙仔行一撮文化旅程，感受河北德当书院的古意盎然。我们德当书院是我们四平公司的认养，现在有种植一些粉红仙丹，也是认养的一个经费，我们移拨在绿美化的一个工程。然后粉红仙丹现在是盛开，我欢迎我们的民众可以借由来欣赏我们粉红仙丹，也能够到我们道东书院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个书香气息，也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居民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空间。道东书院是河北顶上保存上好的古迹，我进河北国中、高中甲小学，学区加深书香气息，嘛是河北规划各类大型活动上好的场地。边啊，阁有真侪河北的小食美食，相当适合所有乡亲利用暑假走访，做一个河北的知性旅程。新中华新闻江台金河北采访报道。